主料：鲜冬菇200克，瘦肉250克，胡萝卜3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、水淀粉、生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鲜冬菇洗净，切成丝，胡萝卜切成丝，生姜切成丝，瘦肉切成丝，用油、盐、酱油腌制。热锅放油，放入生姜丝，爆炒，倒入肉丝，煸炒至变色，倒入胡萝卜丝，再倒入冬菇丝，翻炒均匀，加入少许盐，翻炒入味，再加入少许水淀粉，翻炒至收汁，关火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鲜冬菇煮熟会出水，加点水淀粉可收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